你带着这块锦帕到东京城的南平郡王府，你见了厉将军之后告诉他，齐王与西夏勾结，他罪大恶极。香儿，将军早已丧失了生育能力，这种儿媳妇儿休了也罢。婆婆的意思是，将军可否高风亮节，让郡王多与杨氏共寝？你家那位女将军最近身体怎么样？病得厉害，还一直吐血。你给我那张送子方可有什么庇护你？将军在上，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，未来综合台。